大家好，又是我 Carmen 啊，又到了生活站的时间啦。是不是想知道今个星期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大家呢？上星期跟大家介绍完台湾东西之后，今次又点晓得其他国家的东西好东西呢？今次就当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意大利的黑松露酱啦。有来过我们上次中秋美食日都试过我们这只黑松露酱的啦。大家都知道黑松露嫁比钻石，味道独特香浓。我们这只黑松露酱以新鲜收获的松露和超高品质的橄榄油混合而成，只要加少少在送菜上面，即刻美味口感满分啊。这只黑松露酱选用了意大利翁布利亚盛产的黑松露，而且黑松露成分最高有 5%， 最啱用来煮意大利粉、意大利饭，或者就咁搽在脆皮面包上面。松露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，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他命。现在上来我们 MHK 网店就可以以比市价低的价钱买到这只黑松露酱。另外又怎晓得要介绍这个黑毛猪火腿呢？西班牙是全球最大的风干火腿盛产地，和意大利共同出产举世闻名的风干火腿。这只西班牙风干黑毛猪火腿用上当地南部的伊比利亚猪，因为浑身黑毛兼且天生黑蹄，所以又名黑毛猪。伊比利亚猪是欧洲最后出现的野猪，其油脂分布平均兼渗入肌肉里面，肉质充满弹性，食之前可以摆放室温一阵间，见到油份溶解到半透明就可以吃到它的油香了。现在我们 MHA 客户还会享有买二送一的优惠，用两包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三包风干火腿回家了。吃了这么多东西，应该要买一些东西喝一下吧。德国风雪鸡尾酒现在是热卖当中，这只风魔德国夜场的果汁鸡尾酒非常易入口，即开即喝，果汁味香甜啊。它亦都是市面上唯一用了葡萄酒作为底酒的樽装 cocktail， 绝对值得一试的。现在12支派对装 cocktail 都只是220元，快点上来我们 MHK 网店入货啦。讲到饮饮食食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晚饭吃下小菜感呢？林康盛和 Debbie 就去了靓煲王试吃了那边来紧10月的特色小菜，就是酸菜烤盘鱼、靓煲王小炒王，还会送埋时令果盘添。现在上来我们 MHA 网店就可以用7折的价钱买到靓煲王100元现金券啦，还不快点买来去靓煲王试下菜。大家记得我们接下来的美食开放日是10月29日，记得 mark 低日子，到时见下大家啦。到时有什么卖我们都会逐一跟大家宣布的。不知道上一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小丹教学呢？上一集是小丹认为最好看的一集，想知道为什么就快点看看小丹教学的重温片段啦。现在香港人买楼都只是够钱买蚊型的单位，上一集竹字室就讲了怎样利用光线增加空间感，有兴趣不妨留意一下啦。今集时间差不多了，下星期再见大家，拜拜。